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有命运。啊，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强求不得的。啊，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能够在凤凰卫视的摄影棚跟大家见面，啊，来谈谈《了凡四训》这本书，是我在26岁刚刚接触佛法了第一本念的书，它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这个书我对它非常爱好，也常常读诵，也讲过不少遍。那么过去所讲的，跟现在所讲的，当然在境界上有些不同，但是往年所讲的呢，依旧可以做参考。了凡先生他姓袁，他的名字叫黄，红黄蓝白黑的黄，字坤仪，他是当时江南吴江县人，他生于明世宗，世宗是明朝第12代的皇帝，嘉靖14年，公元1535年，这样子，诸位，就比较有清晰的概念，距离我们现在有500多年了。那么《了凡四训》后面附的有一篇文章《于敬义与造神记》，也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于敬义生于嘉庆4年，大了凡先生呢，10岁，大10岁，他们曾经在这个丁丑年，就是了凡先生呢第二次去考进士，那一年他是43岁，这个于敬义先生53岁，他们两个同科，于敬义考取了，了凡先生没有考取，了凡先生一直到丙戌年，到这个万历丙戌年，他52岁才考取进士，所以我们从他一生，这个传记里面来观察，改过自新啊，也是相当辛苦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早年，前20年呢很辛苦，到了晚年，功夫纯熟了，断卧修善呢是越来越容易了，我们来看这个本文啊。于同年丧父吧，于是了凡先生自称，他是同年童子的时候，根据这个立命之学来看呢，我们晓得他丧父决定是在15岁之前，怎么知道呢？因为他遇到孔先生那一年是15岁，所以决定是在15岁之前。他老母令其学举业，这个举业就是读书求取功名，他的母亲告诉他不必去念书求取功名，劝他学医，学医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人，学医有这么好处，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救济一些病苦之人，且系意义已成名，二父所行也，如果你真的把医学学好了，将来能成为名医了，这是你父亲
对你的一个愿望。这后啊，于在慈云寺遇业老者，修染伪貌，飘飘若仙，于礼敬之。啊，这就以后这个后啊，就是他15岁那一年，啊，公元1549年，啊，他在慈云寺遇到一个老人，啊，修染伪貌，修染是胡须很长，啊，相貌非常啊魁梧，啊，看到飘飘若仙的，不像是凡人的样子，啊，他看到之后对他非常礼敬。啊，那么由此可知，了凡先生从小家教好啊。啊，这个虽然年纪轻轻15岁啊，处事待人接物就很懂规矩。啊，这才能讨人欢喜。啊，是逗人喜爱啊。欲逾越，这个老人就告诉他，子四路中人也。啊，这个老人好像是会看相的。一看到，哎，你是个做官的命啊！啊，明年即进学，这个进学就明年你就会考取秀才，何不读书呢？为什么不读书呢？啊，你这个到处在外面游荡，啊，为什么不读书？欲告已故，啊，他就把他母亲教导他不要念书去学医，啊，他在外面游荡可能是在采药，啊，因为15岁学医那一定是学徒嘛，啊，或者是跟个大夫，或者是跟这个药店里面呢做学徒，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想象的道理，啊，所以他把这个缘故告诉这个道长。并叩老者姓氏礼居，啊，向老人请教贵姓，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曰吾姓孔，云南人也，啊，这个老人告诉他他姓孔，啊，他是云南人，得少子黄吉素正传，啊，少康节的黄吉素正传现在四库全书里头还收着有，啊，我曾经去翻了一翻，实在说看不懂，啊，这个完全是属于高等的数学，啊，这个书里头不但是可以讲一个人的命运，讲国家的命运，讲世界的命运，啊，完全是从这个易经的卦数里面来断定的。是素盖传儒啊，啊，这个从这个定数上来讲呢，哎，我应该传给你。你看这个老者第一次跟他见面，啊，怎么知道能传给他呢？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这种学问跟佛门里面宗门教下祖师大德传道非常类似。啊，欲迎之归。这就是了凡先生就引导这个老人回家，啊，看看他的母亲，就告诉他的母亲，母曰：“善待之，视其素，亲习皆应。”母亲好好招待他，啊，试验试验，他算得灵不灵？结果一试验呢，他算得果然灵。啊，于随其读书之念，啊，从这个地方呢。他对这个老者给他推算呢，他太有信心了，啊，这样呢又生起读书的念头，摸知表兄沈称，啊，跟他的表兄商量，啊，表兄说玉海谷先生在神游夫家开馆，我送汝济学甚便，于随礼遇为师，啊，他的表兄把他送到玉海谷先生那里，啊，玉海谷在那里，啊，教四书，这开馆就教四书，啊，那么他把他送到那里去继续，啊，了凡先生就拜
这个玉海孤先生魏老师。孔位于其宿，县考同生当14名，府考71名，提学考第9名。孔先生替他算，替他推算，他说你明年去到县里面去考，考秀才。考秀才呢，县考呢14名，府考呢71名，提学考第9名。提学是省考，那个时候考秀才要通过这三关。他明年去考啊，这明年是16岁。16岁去考的时候果然考取了。而且名宿啊完全相合，这三处明年复考，三处名宿皆合。可见的孔先生这算命的功夫很不错啊。相当高明啊，他不是江湖术士啊，他是个真正有实学的这个数理专家啊，那中国也讲叫命理专家啊，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说佛为破终身修旧啊，既然这样灵验呢，请这个老先生算算呢一生的流年。吉凶祸福啊。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临。临也是秀才里面一个等级。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公费学生，临是临米。他的名额呢是有一定的。必须要有处缺，这个秀才里面考试啊名次最高的在递补上去。在补临。说某年呢当贡。贡生比这个临生又要高一等。那么都还是秀才。所以秀才里头分很多等级啊。以贡生为最高，临生为其次。共后某年，你当了共生之后某年这个共生呢就有资格入太学去读书了所以那个时候入太学，太学就是国家办的大学，古时候只有一个叫国子监这个太学呢都是设在首都设在京城。那么明朝时候有两个国子监，这什么原因呢？明太祖这个建国的时候定都在南京，所以南京有国子监。以后到成祖迁都到北京，所以北京呢也有个国子监。明朝国家办的大学就变成两个了。这个常识我们要懂贡生以上才有资格到国子监去读书。这是贡后某一年你会当选这个四川呢一位县长大营是县长，再任三年半呢皆已告归你再任三年你就要告老还乡。为什么呢？53岁八月四日丑时算得这么准确，当宗于正庆你寿终正庆你的寿命到了惜无子你命里头没有儿子，与贝禄而谨记之贝禄就是一桩一桩他所讲的通通把它记起来记着，这是他一生的流年。说自此以后凡欲考教，其名宿先后皆不出孔公所选定者，选就他算定的以后每一年读书考试名次全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丝毫不差了。这里面呢有个插曲独算于是零米91担5斗当出贡
啊，就是他当林僧，林僧呢，他领的国家给他的米粮，啊，配给他的米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公费僧，啊，他要领多少米粮呢？要领91担5斗，啊，他就出贡了，啊，换句话说，他从林僧呢就升到贡僧了。即是米70余担，途中时即批准不够，余切一致，啊，算命是给他算91担5斗，他才能出贡啊。但是他领这个领米70多担的时候，这个时候途中时，啊，这个中时就是当时的提学管一省教育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厅长，他就批准补这个贡僧，啊，补贡僧那就是出贡的。哎，他心里面就疑惑了，为什么这个不对呢？啊，这个算的就不对了。后国为数印阳公所拨。途中司批准补贡，这个文件上去了，被那个树印是代理，啊，这个代理的这一位杨先生呢，把他补回来了，不准他补贡。这到丁卯年是明穆宗隆庆元年。廖凡先生33岁呀，啊，诸位想想啊，他16岁考取秀才呀，到33岁才当上贡僧，十几年这么长的时间，啊，他直到丁卯年因求名宗师。见于常中被卷叹曰：“吾辞皆无篇奏议也。”啊，这个时候督学，啊，就是主持教学的这个长官，啊，尹秋明先生，啊，他在闲暇之中啊，把从前这些秀才，他们那些考试卷没有考中的这些考试卷，重新拿来看看。突然之间呢，看到廖凡先生呢，他这个考卷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就感叹出了这个5篇呢，啊，他做的这5篇文章啊，啊，就等于5篇奏议，啊，他的见解，啊，文字都好，啊，可以比得上大臣对于皇帝的这个奏议。这岂可使薄洽言官之辱，牢于窗下乎？啊，薄是说他见闻广博，他的学识很丰富；恰是说他对于理论了解得很透彻。啊，言是说他的文艺透彻。啊，功夫一贯呐。这样的文章很难得看到啊！啊，他说不能让这样一个有学问、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牢于窗下啊，一辈子当穷秀才啊，随一现文啊，声文随一现声文准贡啊，这再给他申请去补贡啊，这一次批准了。他说连前设米计至91斗50银，孔先生算的一点没错，啊，确确实实他这个林僧米领到91担5斗他才能出贡。于因此一信进退有命，吃素又迟，淡然无求矣。他到这个时候完全肯定相信一个人有命运啊，这个命运迟早都有时候，
强求不得的。于是他的心定下来了，妄念没有了。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所以我说这种人呢叫标准凡夫。我们做凡夫都 不标准的，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到处妄求啊，求不到的。命里有的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妄求啊，咱哪里求得到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